指人的视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上面的综合感觉。今次来到刚刚开业四个月，但已经得到极多好评的霸王风味，和大家一尝京、川、沪、韩的特色美食。餐厅位于中环，无论装修布局都带有高雅的格调，感觉非常舒适。这里的主厨告诉我们，餐厅选取食材相当严谨，无论鱼、肉还是蔬果，一律都不会采用冰鲜的来货，强调新鲜的美味。亦都由于用料的新鲜，这里每道菜都极有质素的。小编推介的必点美食就包括家乡凉拌桂花鱼和招牌北京烤鸭。主厨为了保持烤鸭的质素，特意从国外订造大烤炉放置在厨房里面，每一只烤鸭都是即叫即烤的。经验丰富的厨师更加会在顾客面前片鸭，香气会布满整间餐厅的。喜欢吃京川菜的你又怎可以错过呢？